放那画，瓷什么那个。嗯，对，扔上面不要紧，扔上面要配录像。录像的咱俩给他看起来。能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啊，司机不要紧。嗯，刚才他说我机子在调试嘛。这个放那以后行了，可以放那看。反正电机我还得照着，还得照着买是吧？对。一个36的，一个50的，两个10的。对。还得再买是吧？买了两个40的价，因为都够不够的。把这个速度放快。啊？哪个最高？是哪一个？我不知道哪一个。我调最快了，下面是带的，不是，那我调最快了，就这，你别看低速的调快。哦，这个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哪一圈就出来。你不要管那个事，我一看减速机，给减速机调大。减速机是1:4了，他妈。再比成5了。过去，这讲话都完蛋，这讲话都给我磕了出来。但是你刚才要算那个5.6的点，你算了。